起床，起床，起床床，起床，起床。小伙子们，起床了。嗯。起床了。嗯。起来了没？起来了。早。几位老师起来了吗？起来了，马上啊。哎呦，沈老师起了吗？起了。这个起了，我怎么感觉听着不太像起了呢？沈老师，你快起来吧！你不起来，节目组有安排，他们会拿那种滑溜溜的东西放进你的被窝。早，早啊！这都起了吗？关门。沈老师啊，他们要放你被窝里东西，你快起来吧。而且是软体动物啊。关门。快点，赶紧起。我跟你说是啥，我就不说了，反正非常可怕，你赶紧。这一大片水域都被咱们笼住了。对了，这要多久再把它收上来呢？40分钟。现在预备睡。晚安，马卡巴克。呀，童哥，一看收获颇丰啊！你整了几只螃蟹？可以。为什么没人叫我？啊？出海出海没人叫我，捡海捡海没人叫我，为什么？童哥，你不是发烧了吗？谁发烧了？哎，不是发烧了。你睡，没事儿。你休息，哎，好好，宝宝躺好。对，是不是发烧了？你发烧没事，你在这躺着别动啊。嗯。你不说你有点发烧吗？我说我有点发烧。那时候非常难受，你吃的时候非常好受。敢尝吗？我可以尝试一下。不行，你让你哥抢。敢砸吗？可以啊。我给你挑个重点锤子，这个轻锤子不好砸。真的，这个好敲，这个好敲。
咱俩把俩手套给他们俩，咱不干活，谁耽误人家干活？把那肠子也可以扒掉，完了就把那个肉薅出来，就像我那就标准，我那俩肉就标准。哦，嗯，心狠手辣。哎呦，哎呦我，哎呦哎呦我这心狠手辣呀！哎呦我，一星行啊，干大事的人啊，一星。谢谢哥，能成大事。心狠手辣，这锤子是不是有点太小了呀？对，小锤子不好敲，是这个吧？哎呀，他那方法对呀，他一下小锤敲出来了，咱跟人家乌龟壳叫半天劲，太烦人了你。咱炒点韭菜挺好吃的，有韭菜吗？咱种韭菜了吗？应该有吧。你要不要上摘点韭菜去？上面好像有韭菜。哥，我就不上去了，我现在都中暑了。那我给你们摘点韭菜去啊。行。韭菜炒海鲜，我拿个盆儿不？你要啥？我摘韭菜去。那个螺拿韭菜炒，那肯定好吃啊。行。咱几个菜需要韭菜呢？啊，你多弄点吧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哎呀，我天哪！哎呀，我天哪！知道你是去摘韭菜，不知道以为你偷鸡摸狗呢。啊、哦，哎呦，这韭菜也没法炒了，这韭菜怎么了？老了是吗？比我还蔫儿呢。你先剪下去，判断一下，剪呗，好吧？行。哎呦，剪是在土里剪，不是拔出来剪，他把它拔出来之后。精彩精彩，沈叔叔干活真精彩。嘿，这早干嘛去了？你说，这得早捡呢。这得亏我上来一趟，这我要不上来，这点韭菜。哎呀，你是大功臣！哎呀，好不容易立功，还不行，还冷嘲热讽的。完事儿，就摘这么点儿啊？什么摘这么？所有的韭菜。绿色的螺也能吃吗？慢点。你看，嘿，这早干嘛去了？你说，这得早捡呢。这得亏我上来一趟，这我要不上来，这点韭菜。哎呀，你是大功臣！哎呀，好不容易立功，还不行，还冷嘲热讽的。完事儿，就摘这么点儿啊？什么摘这么？所有的韭菜。慢点，来，你把那盆给我吧。嗯，盆给我了。啊，进屋说你捡的。你可拉倒吧！你给你，你这个心眼儿啊，这家伙比真鼻儿啊大不了多少啊！岂不是说我捡的？我这边给你，我就给你退下来，我就想得美。哎呀，捡的韭菜！哎呦我天，黄老师，我说你把盆拿来给我，怕它摔嘛？怎么的？进屋说是你捡的？你心眼挺细。哎呦，对呀，我说这人真是，你自己洗啊。
啊，你自己洗啊。洗你还洗？你还得摘，我不洗。你心眼挺细。